是特别花很多时间去练习的，我们就觉得要血池，我很想要赢下，这个是血池的机会。全明星运动会第三季谁会拿下总冠军即将揭晓，红蓝两队把握最后一次拼搏血池的机会。红队11-1提前结束，蓝队2-0拿下了排球的胜利。我们是特别花很多时间去练习的，我们就觉得要血池，我很想要赢下，这个是血池的机会。怎么把运动这个精神带到你之后的生活工作，我觉得会让他们真的成长非常多。又要送走一批了，我很高兴，我已经有三组人马的家人了。今天我对你们很有信心的，不要轻易拿下。打这么辛苦，就是那一里路，但这一步是最重要的。的努力拼战，除了胜负，除了奖杯，所有人也从中获得和成长许多。最想跟自己说一声：辛苦了，好了，我觉得我眼睛很棒。你都花了很多心力去做，最后结果好不好？但这个过程永远都不会忘。辛苦你了，这段时间的过程回忆都会成为你很好的。只有努力再努力的这条路才可以让你自己进步，这一点我觉得田一宁他做到了，真的辛苦了。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蛮辛苦的，虽然身体上很累或是受的伤也很多，可是我觉得内心真的很丰富也很满足。自己应该要把这段时间当作是自己很重要的一个过程，不管是好的坏的都要记在心里面，就是希望自己可以继续努力，然后往自己之后的更多目标迈进。我一路下来我也无怨无悔啊，然后我也付出了我最多最大，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跟自己讲就是辛苦，谢谢你一直相信你自己，然后一直坚持到现在，就是脚受伤的时候你也是可以哭一哭，然后就赶快把这些情绪解决掉。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我觉得你不后悔。我在这里面真的是100%的去享受跟体验。我现在只想跟自己讲，我做得很好。就是我想要对自己说，我就是有撑完这一整个赛季，就是对自己很骄傲。其实我知道身体真的很累，但我很开心你坚持住，因为你之后回头看看，你还是会很庆幸这4个月自己真的有贡献到什么。其实一开始我找不太到自己的定位在哪里，辛苦了我的脚、我的手、我的头，我觉得我做得很好，还好我撑过来了。谢谢自己这么的拼命，然后创造了一个这么好的回忆。感谢我自己吧，就是当初决定要来参加全明星运动会，让我的运动生涯跟人生又热血一次。希望我要继续保持爱运动的初衷。终于也可以来学习很多专业的运动知识，变成一家人的感觉，证明我自己我是可以完成很多运动赛事的。你心里蛮害怕，但是又觉得这是我一直很喜欢做的事情，期许自己有一些突破性的成绩，拼的那种感觉很想要再体验一次。可以在我现在这个年纪，然后又体会到以前回到以前那种感觉，其实蛮兴奋的。相信这一段时间的感受，你们带到你们未来的人生的道路上面，应该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倒你们。祝福你们带着运动会的精神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很成功。谢谢你们，让我在电视看到你们的表现，我会觉得我会想跟你们一样变得更厉害。年度最有价值运动员，好，贺俊阳再举球啊！这个马棒球，结果的是王品浩拦网成功，拦网得分。哦，这边也还以颜色了。哦，又来了，发球，直接发球得分。
接球才赢了。林颖乐算进的不错。林思雨这个飞。